该从哪说起 ？NU 的半句后，热狗和 Ducky 都变成了 homie， 震撼圈子，出了专辑，超出了抨击，五千万个干人挡不住寒流空袭。谁出了第一张混音带 ？Tripod 三 P， 学院派很青睐那屌 flow， 听完早就为那深度吃惊。老莫成了教授，帮你温故知新。别忘了 TTN， 谁发明台中爱？干掉警察 BNWA 还澎湃，大特 T 地下歌手到 Sneakerhead， 仔细的 check 看老师把买鞋子比了 Jet。谁是台湾的 Wu Tang？ EAC 金钟大地大米大米，那些2005 Iron Mike 接班人不用再等待，我会 fly 更 high。你 and Miss Cole 却问我 Yo 谁是 AP？ 这满人让我知道中英夹杂那么顺，黄金年代的 flow 搭纽约的飞机，你却只记得一首满满人有大头针。铁柱堂弟今天依然活在 KTV 里，能不能为了兄弟付出就说明 money money？ 不止当个橙子 MC， 他也唱个生子也许 Cozy JZN 抽出 Soul Star。说实话，如果还有主帮发 CD， 萨克 MC 早就打包回家。RPG 果蛋蛋堡三个加一起，阵容让人傻到结巴。那时候抱住兄弟们还不是 Freaky，YB 还没黑钱来得快的压力，那时甚至还没 beat by Dre， 但去 Brother 早就占领西台北。PG represent 第三章，我来到大嘻哈了，新的时代没有人在骂嘻哈了，懒得听那些乡民瞎鸡巴扯，我会成为传奇，像八七八发明家的。算了一下我的爸加一加八十八个，该是第六次又再一杀是 My Wallet，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致敬嘻哈，在嘻哈节目致敬嘻哈，真的超嘻哈的。